全击赛程进入四强阶段，台体大选手们接连出赛，力拼金牌战门票。台体大吴淑芬近日在女子第一量级四强赛力克文化大学请签会，替台湾体大拳击队拿下首张金牌战门票。在比赛前一天的时候，已经就是有想好战术，然后在过程中其实在每一回合休息的时候，教练也都给我很多信心这样。其实对手的实力很就是算不错，然后我跟他打得还蛮接近的，对。然后当下其实判3-2的时候，就是相当的激动这样。今年大一的林思婷初次登上全大运舞台，便展现出成熟稳重的拳风，顺利闯入明天的金牌战。对于首度参赛，林思婷难掩紧张和兴奋之情。 心情就是很紧张，然后很开心，然后也很兴奋。对，因为我第一次打，然后就可以就是连赢2场，对，然后又挺进明天的金牌战。今天的表现，我觉得就是自己身体就是没有热开，对啊，就是第一回合就是要抓距离嘛，就有些就是被对手打到，对啊，然后就希望明天就是可以把身体热开。 台体大气势如虹，今日在女子四强赛中，除了吴淑芬和林思婷以外，赖品桦和林丽维先也挺进明天的金牌战。记者林慧仪、龚婉玲，桃园报道。